看过好几年了。是，还是去前年看过那个戏。然后我平时有时候用自己用卷一下，头疼的。对呀，最后一次输了，你好好的留恋一下吧。没事的，你要在干嘛呢？这推座的好，不要刮。不，那个不行。不要刮，不要拿刀刮，就推座就好了。肯定慢，我这个我不配你。不刮了。那个肯定慢。到时候给你自己推啊，啊，自己尝试一下，啊。自己来。我不。啊。
什么样子呢？看一下，有这样子吗？然后回去了你慢慢看，到时候我寄给你。前面这块留着别气的了吧，给你留一点的。等一会先去接他啊，不是这样出去的吗？是吧？他肯定看不出来。这个是真头发吗？不是假的。不是。是花钱吗？那个是真头发吗？不是吧？啊？那个是真头发吗？前面是。就是。你不懂，我。回来怎么看你？考虑那么多，不像现在，工作以后再做体面的话，好像就要考虑很多因素。是啊。然后从学校根本就没想那么多。同学那个时候就在那个范围，就那个环境，他很都是一切都是，是吧？想的都是那么那个。对方社会都变得现实多了。有的东西不现实也不行。
学校里那个可能以前那种山盟海誓。我现在你看我自己感觉还是一个人一个人轻松。嗯。那你参加了吗？啊？参加了吗？我没跟你讲过啊。没跟你讲过。讲过啊。没有。我是蛮时尚的人。单身贵族。是啊。黄金老虎。啊！可是一个人就挺轻松的，结了婚的，结了婚然后成家以后就不行了，就要考虑很多。一个人吃饱饱，到处转转多好。哎呀，怎么说呢？总的来说还是那个。你像学校里面那些这个好多的时候他都是到社会上以后根本不可能像那种那个延续下去。杭州这边房价呢？那边房价挺高的。啊？挺高的，那个市区平均价都12000以上。有没有想过先供一个小一点的？想买啊，但是太贵了。买的话，你换个首付，然后那每个月多累呀、啊，那房没了。不是，也不是这样讲的，不是或者可以跟他双方家长啊。双方家长可以，大家对吧？我们两个都是靠自己，唯一靠家里好像。是吧？家里也帮不上什么忙，家电也都。他妈那边呢？啊，叫他单亲家庭。是吧？家庭。妈跟妈妈。对。这是。所以有时候两个人在一起，真的不要。可能女孩子可能像你们啊，看到。那个他人家家庭好的有钱的在外面消费高的会有没有什么想法回来又杀气大火肯定有过羡慕肯定很羡慕但是那倒也没什么不属于自己有时候不能羡慕的反正我因为我跟我接触的这有钱的是最不可靠的，但是你不能说没钱，对吧？没钱也不行。大姐，她那拍的话，大姐拍的话。
处，就是感觉还不错，一起看看电影啊。然后真正毕了业以后，一起出来工作，算正式朋友。从学校那会儿。在学校还是蛮规矩的。还是个好孩子。你去骑车也慢一点。啊？怎么的？那时候没有想过去广州那边去发展？他们都说广州挺乱的，好像。北同学在那边是吧？